下面翻过来212页，青皮啊，青皮，这个青皮的来源呢，和前面的陈皮，也就是桔皮，是同一种植物，同一个部位，只不过采收时间不一样，收集的时间不一样。那么这个青皮呢，就是这个橘，它幼嫩的果实，或者没有成熟的那个果皮啊，还是青的，没有红。所以有的这个书上呢，把青皮叫做青橘皮，或者青橙皮，青橘皮或者青橙皮。那么这个橘这种果实，很小的时候如果掉下来，把它收集起来，整个都作为青皮用，那可能就叫过青皮，一个一个的啊，也不去掉它里面的这个果瓤这部分叫过青皮。那么这个稍稍大一点了，比如说这个橘长到乒乓球那么大啊，那么大的大小左右，那么把它收集起来呢，把它做一个十字的切口，十字的切口，去掉里面的果瓤，那么这个青皮呢，一般叫四花青皮啊，四花青皮，把一个果实呢的皮分成四块啊，所以它和这个橘皮的这个来源，就只有一个采收时间不一样，所以这个青皮的功效应用有很多和橘皮呢都非常相似，所以我们可简单的和橘皮做一个比较就对了。那么前人对青皮和橘皮的这种区别总结得非常精辟，就这么3句话，就说青皮这个和橘皮呢，这个一老一嫩，就指的它的药材来源。一老呢，指的是橘皮呢，用的是成熟的果皮啊，成熟了采收；一嫩，青皮呢是没有成熟的果皮，所得药材的来源。一老一嫩啊，一高一低，这讲的它们的作用部位。那么橘皮呢，主要是行气、调中和祛痰止咳的，它主要作用在中上焦，在人体的偏上的部位。那么这个青皮呢，主要是疏肝理气，肝是属于下焦，它也可以作用于中焦，所以它是以下焦为主的，包括了中焦。所以一高一低，就是指的它们的行气的部位，一个是以脾胃为主，一个是以这个肝为主。另外，一缓一峻，缓就是比较温和，比较缓和，那么指的是这个橘皮就是一般的行气药。二个青皮呢，作用比较迅猛，一般把它称为这个破气的药啊。所以很有的书上呢，就把这个青皮就称为疏肝破气啊，疏肝破气。所以这个这样3句话，这个12个字，真正是把这2个药的方方面面，应该说都是概括的非常简练的啊。那么当然，我们结合到这个教科书上，我们要懂什么叫高，什么叫低，什么叫峻，什么叫缓啊。那么这样子就很容易就把这个问题理解清楚了啊。所以这个青皮和橘皮的区别呢，那么就这样3句话。尤其第一句话呢不重要，它有药材来源一老一嫩啊，它的采收的一高一低，这个很重要。一缓一峻，这个有相对比较重要啊，所以这个就把它们区别开了啊，区别开。所以这个青皮其他的我就不多讲了啊，因为它常于疏肝呢，所以用这个经常用醋来炒啊，这个也是为了增强它疏肝止痛的这个作用的。但是这两个药它对脾胃和肝不是绝对的，不是绝对的。这个橘皮作用于中焦。那么肝郁气滞的方里面，前人也有使用的，只不过它很次要，我们不去强调它。那么这个青皮呢，作用于主要在肝，对于脾胃气滞是不是完全没有用呢？同样也有一定的作用。所以有的这个饮食机制
啊，饮食机制常常用这个青皮，而且饮食机制超的这个孩子要比较重，那么这个青皮的作用比较强，所以我们书上有的说它这个破气消积，这个积是饮食机制为主啊，它完全可以用青皮，所以这个区别是相对的，相对的，所以这是所以橘皮作为一个掌握药，青皮就作为一个一般的熟悉的药物啊，下面枳实。啊，枳实，这是来源于这个多种这个甘类的植物的这个幼嫩的果实。我们书上什么酸橙、甜橙及其很多的变种。那么古代用的正品呢是枸橘啊，正品是枸橘，用它这个幼果作为药用呢，称为枳实。那么现在呢，也是作为枳实的一个品种来源，所以它来源于多种这个甘类的啊，这个幼果。所以我们前面我说这个枳实的药性，这个微寒，只是从《神农本草经》开始就这样定，我们没有必要去改动它，改成温性，那么它也不是很温啊，所以意义不是很大。但是呢，很多人是不赞同这个枳实的药性是偏寒的，因为我们凡是学的柑橘类的果实或者果皮都是偏温的，枳实呢好像例外。更重要的一个例证来自《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枳实它的来源有枸橘，那么这个时候它的药性是微寒的，枸橘又作为一个独立的药，它定的药性又是温性的，那么同一种植物，同一个入药部位，同样的采收，不可能作为枳实就偏寒，作为枸橘就偏温啊，所以就说明它这个偏寒偏温都应该不典型啊，不典型。所以我们过去这个五版教材也是，五版教材这个中药书在枳实的来源里面有枸橘，那么下面它枳实是微寒的，单独又收了一个枸橘，这个药药性也是偏温的啊。那么是从《本草纲目》就开始了，所以这个药的药性我们不去过多的计较它啊，因为《神农本草经》就这样定，不管它偏寒偏温都不会明显啊。应该说从理论来上来讲，这个柑橘类的可能偏温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那么这个枳实的基本功效其实就是两个，一个破气，一个就是化痰，主要是这个核心八个字里面是这四个字。那么破气呢，就是作用行气作用比较强，那么这个枳实的行气作用它主要是作用在胃肠，胃火大肠，主要有，所以它治疗这个胃肠的气滞、脘腹胀满和这个痢疾的这个里疾后重，大肠有气滞啊，它主要用的这方面。那么在行气这个药当中呢，它虽然也能够消除胀满，而且还有比较强的消胀的药，它本身就是个破气药，所以对脘腹胀满它是有效的。但是它最大的特征是其他的行气消胀药所没有的，那么是消除这个脾满脾闷这样一个症状啊，这个症状，这个从张仲景开始啊，这个枳竹丸那么就在用它来治疗气滞引起的这个胃脘的这个脾闷啊。另外这个脾呢也可以因为痰浊阻滞啊，痰浊阻滞最终也要影响气机，所以这个枳实的消脾可以说是破气消脾，也可以说是化痰消脾。那么痰、气、脾往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啊，所以在不同的书上，有的书上呢，它是这个消脾是放在了化痰的后边，有的放在了破气的后边。严格来讲呢，它应该把它们分别开来、独立开来啊，因为在一些痰饮病。常常能够见到胸，比如说这个张仲景治这胸痹一些方里面用枳实来和半夏啊、泻白这样的一些药配伍，其实也是用它消脾，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啊，一个方面。所以这个消脾呢，不完全是通过行气，也通过了它这个化痰，
那么所以子时的化痰呢，它也可以用于这个咳嗽痰多啊，咳嗽痰多，更多呢是痰浊阻滞引起的这个胸痹啊。那么这里面呢，它行气化痰同时发挥啊，所以这个子时的化这个消积，那它破气消的就是气积啊，消化痰呢消的是痰积。如果说它通过行气，那么那个大便秘结不通，那个积滞便秘，它也有利于增强泻下药的泻下通便的作用，它也是一个有这个去积的这个意思啊。那么它治疗胸痹，那么里面这个痰气阻结也是一种积滞啊，一种积滞。所以说，子时真正的最基本的功效是这个破气和化痰，消痞和消积，只是通过这两个功效而分别达到的一些不同的疗效而已啊。所以他们这个组合比较随意，可以说这个破气，这个破气消积，也可以说这个化痰消积，所以可以说破气消痞，也可以说化痰消痞啊。所以基本功效都可以发挥它相应的这个疗效。这是关于子时的简单的一些功用的情况。那么子时后面有一个附药止咳，就是比较成熟的这一类的果实。那么它的功用性能和这个子时完全相同，只不过它的作用呢比较缓和一些啊，作用缓和一些。那么给大家作为参考的是我们今后要学张仲景的著作，张仲景著作当中的子时完全是我们现在的止咳啊，不是现在的子时，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啊。张仲景的子时是我们现在的止咳，这个是经过多方考证。那么我这里没有过多的时间去讲这个考证的过程，但是有一点，张仲景的方当中一般的子时呢就是用两三枚，最多就是用三四枚。如果是现代的子时用这个三枚左右，不过就是两三克。而相同的方，比如说大承气汤，那么这个大黄都是二三两，那其他的现在算下来都是二三十克。那么子时呢在方当中只有两三克，就不到十分之一，这个方完全不成比例。所以说如果说张仲景的方里面的子时是现在的子时，没有一个用子时的方，那个比例是对的，都不成比例。如果说改成现在的子时，那个用量，那每一枚那可能都在这个七八克，那么可能量就每个味的药都大致相当。那么这个是从用量上来讲。那么在内经里面呢就有黄如子时者死，当时内经时代的子时是黄的，那么比较成熟了。当然我们的止咳现在还没有到黄的程度。神农本草经有一句话在子时的后面，十月采，什么时候采子时呢？十月现在的止咳都已经成熟了，只不过他当时是用的枸杞，枸杞呢是在淮河流域，那么在这个秋天呢有的还不是很成熟，所以十月采子时，那完全是现在的止咳。这个考证呢宋代的沈括已经考证了，所以他在孟奇笔谈里面已经有明确的交代，六朝以前，就是魏晋南北朝以前用的子时完全是宋代的子咳啊。所以这个他已经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现在只不过我们没有加以注意啊。所以这个呢作为大家常识性的了解啊。所以但是这一点呢可能有的讲伤寒讲金匮的老师不完全赞同啊，但是这个呢可能学术上的嘛可以商讨或啊。那么前面的那些应该说证据还是比较充分的。下面一个药，木香。那么这个药呢是以菊科植物的根，这个根呢好像枯木，像朽木一样，所以木质的看来是，而且很香，所以称为木香啊。它的根像枯木一样啊，木质的啊，称为木香。那么这个木香呢从汉代以后它都是从这个用的是波斯的木香，就是现在的西亚地区或者南亚啊，西亚南亚，那么从海上运输，从广州
这样作为一个集散地，所以过去呢就把这个木香呢又称为广木香。它不是广东产的，是通过广州海上运来了以后，作为一个转销的口岸，作为集散地。那么这种木香呢，到上一个世纪的40年代，有人把它的种子带回来，就引种在云南的丽江地区。现在呢，种子的面积很多宽，产量也很多，所以后来又叫云木香。所以木香、广木香、云木香实际上是一个品种啊，只是呢，它根据不同的这个时间、不同的这个产地啊，有不同的这个名称而已。所以这个木香就是广木香，就是云木香，是这个木香应用的主流品种。从古代开始，在唐宋时期呢，就找一些代用品啊，同科的近缘的植物。那么这样的一些代用品呢，比如说称为土木香、什么川木香、藏木香等等啊，很多名称。那么它的功用呢、性味呢，类似于木香，但一般质量要次一些。所以临床上一直到现在还是以用木香，就是现在的云木香，完全的满足临床的需要。所以这个是这个比较好的啊。所以关于它的名称啊，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必要的开什么广木香、云木香，就写木香二字。药方它就应该给云木香，因为现在没有真正的广木香，已经基本不进口啊，国产的完全能够供应了。这个木香呢，是一个很常用的行气止痛的药啊，行气止痛的药。其实木香呢，在止痛的同时，消胀的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啊，消胀的比较明显，但是它相对而言止痛的效果更好。那么前人把木香作为治疗九种心痛，这个心痛呢实际上指的是当心，心下就是胃脘啊，上腹部很多因为气滞造成了气滞的疼痛都可以用木香来治疗。所以它主要的作用的部位呢还是在胃肠为中心的啊，所以不管寒热虚实啊，寒热虚实引起的脾胃这个气滞胀满疼痛，它可以分别配伍，和我们前面讲的一些温中的药一样的啊，有寒的配温里的药，有热的配清热的药啊，有虚的会配补气健脾的啊。另外根据它不同的原因，比如说大便秘结引起的这个胀满疼痛，那么配伍泻下的药；饮食积滞的配伍消食的药；食浊内阻配伍芳香化食的药啊，等等啊。有虫的，当然也可以把它配伍到这个驱虫的方当中去使用，所以它应用非常广泛。啊，非常广泛。传统呢，他一个认为他作用在中焦脾胃，治疗九种心痛啊，九种心痛。那么第二呢是大肠，那么大肠呢和枳实一样，主要是痢疾的里急后重，和这个治疗这个痢疾的清热燥湿药或者清热解毒药配在方中，比如说这个配伍黄连，那么就是一个香连丸，那么也是用它的这个行气倒滞的作用。主要不在于止痛，当然也有一定止痛的效果，本身痢疾就有腹痛，当然有的治痢疾的方当中还配伍了枳实或者枳壳啊。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教材上呢分了一个肝胆气滞，这个在古代呢，肝胆的一些疼痛呢它也在上腹部，所以往往呢它也和脾胃联系起来。现在呢实际上是很多这个比如说急性胆囊炎、胰腺炎或者其他有某一些肝病出现了这样的一些上腹部的啊剧烈的一些疼痛，尤其是比如说胆囊啊急慢性的胆囊炎啊或者胆道蛔虫等等，那么都用这个木香来行气止痛。过去呢更多的认为是在脾胃，现在呢就和解剖上的部位联系起来，所以增加了肝胆。所以木香的这个虽然有肝胆，它和一般的疏肝理气的这个药呢实际上还是有微妙的一些区别。所以它一般的疏肝解郁实际上是治疗精神症状的一些这个房里面用木香的并不是很多，它主要是以这个疼痛为主的。这个尽管作为一个掌握药应用非常广泛，功效就那么简单
啊，行气止痛啊，不管脾胃、大肠或者肝胆，也不管这个寒热虚实或者什么原因，都可以使用啊，都可以使用。至于在这个用法里面呢，提到了一个威母香，那么威母香呢，实际上就是降低它的行气的作用，主要是由用于一些这个脾虚腹泻的那样的方当中更加适合。下面的一个沉香，这个是中药当中比较名贵的一个药啊，名贵的药。那么它主要的来源呢，我们书上来源于这个瑞香科的这个乔木，比较高大的，这个是一个小枝，其实它是很高大很粗大的，这个一个是沉香树，一个是白木香树啊，来源于这两种树。古代呢，来源于前者，就是半个世纪以前，所有的沉香都来源于这个乔木沉香。那么当时的这个沉香呢，放在水当中，它会沉在水的底部，至少是半腐半沉在水当中，所以又叫做沉水香。它根据它这样一个性状的特征来命名的。那么上一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我们进行药这个药材资源的这个考察的时候呢，发现了在广东、广西啊、云南这样的一些地方，或者台湾、海南，那么发现了白木香树是这个沉香的同科同属的近缘植物，那么它们也能够产沉香啊，产沉香。但是这个白木香树产的沉香，它有其名而无其实，就是很优质的，把它放在水里面，它都浮在水上面的，它质地很轻，它不能沉在水里下面，所以它已经没有沉水香这样一个现象了啊。这个是国产沉香，国产沉香不能沉于水啊，它来源于白木香树。之所以这个沉香比较名贵，这个沉香树和白木香树都是很高大的乔木，那为什么那么贵重呢？不是这个树的任何部位砍下来都能做沉香用，能够做沉香用的，它是有严格的这个要求的。那一般所谓的结香，就是它分泌了大量的芳香的树脂在这个木材里面，所以这个木材就变重，而且变得那种乌黑油青青的、油润的，而且非常香啊，这样才能。这个在传统呢习惯上就把它叫做结香啊，要结香的部位。为什么能结香呢？古代不清楚，就让它自然的状态结香。自然的状态结香呢非常困难，所以就更少。那么现在发现呢，是这种树的树干受到了损伤，至少伤到了这个木质部，伤这个皮已经完全破了，伤到了木质部。这个树为了一个自我保护啊，保护这个伤了以后，就有一种特殊的微生物，一种细菌就侵入了它的这个木材的部分，它为了保护自己，那么就分泌这个树脂，在这个地方就希望尽量的愈合这里的伤口啊，抵御入侵的这个微生物啊，这样的过程呢叫做解香。现在呢就用人工的方法，在它的树干上去砍这个两三公分深的这个伤及了这个树干，就是木质部两三公分，慢慢的让它解香。但是就是有这样的情况，把它砍了这个伤口，但是这个微生物现在不是很清楚，它也不老不结香啊，砍有的砍了很多年，它并没有结香，所以仍然这个药材不丰富。所以我们现在临床这个用的沉香，在市场上，据我所见的，绝大多数都是不合格的。都是砍了的几年的伤口，它并没有结香，那么后这个收集的人等不得了，把它这个用刀把那个地方取下来，其实它不是真正的沉香啊，不是真正沉香，真正合格的沉香现在非常少见，至少我在药材市场上没有见到啊，几乎没有见到。所以这个沉香呢，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真正要用合格的很难，而且价格也不低，所以但是呢它也不是非常有特殊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必要迷信它一定要使用，只是在说有的用其他的这个行气药代替不了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考虑啊。一般的情况下不像古人那样用得那么普遍。这个沉香的
第一个功效行气止痛，这个也像木香一样啊，木香一样也是可以用于多种这个气滞疼痛症，但主要也是在胃肠啊，主要在胃肠，或者说主要是在脾胃。那么它的止痛和这个木香呢大同小异，只不过沉香呢更温一些，温性呢超过了木香，所以我们书上一般都是说沉香治疗的这个气滞疼痛呢是寒凝气滞，不但考虑气滞，还突出了一个寒凝，也就是说它的温性比木香要强一些。那么木香的主治症当中就是一般的气滞疼痛，没有强调一个寒凝，而且很多的有热的湿热症，那么往往也用木香，就说明这个温性上有区别啊。但是只要是寒凝的疼痛，木香也能用。所以过去比如说我们用这个沉香来治疗胃痛啊，气滞的疼痛，像这个什么四磨饮五磨饮啊，那些里面没有必要，就用木香完全可以，基本上达到相同的啊，这样这个行气止痛的效果。第二个温中止呕，那么也是它有明显的温性，又有降胃气的作用，那么这一点呢是木香所不及的，不及。但是能够止呕的药比较多，那比如说我们用前面的百蔻啊，百豆蔻，用砂仁，用丁香，完全可以这个温中止呕，用于寒凝气滞的这个恶心呕吐。那么这个方面呢，沉香也没有很特殊的。那么沉香比较特殊的是第三个功效，这个拿气平喘啊，这个用于常常用于这个肾阳虚、肾不拿气的这种。我们在学中医学基础里面，这个肺主呼吸，肾主拿气，人的这个呼吸是和有肺和肾共同完成的啊，共同完成的。如果肾虚了，那么这个习气就不能归根啊，出现的就是除气多进气少这种虚喘，那么称为这个肾不拿气。肾不拿气呢，肾气虚可以出现，肾阳虚可以出现，肾阴虚也可以出现。那么这个沉香呢属于这个温性的药，那么常常是用于肾阳虚或者肾气虚这样的肾不拿气，肾阴虚的一般还是不太适宜的。那么这个是木香所没有办法取代的，所以沉香和木香相比，如果要有特殊性的话，这就是比较特殊的，要用可能主要用于拿气平喘的啊，这样一些它不用于耗伤正气啊，而且呢还有这个拿气平喘的效果。由于这个沉香呢比较名贵，所以一般不做汤剂啊，在汤剂里面一般都是把它这个就是冲成散剂啊，很细的粉末。那么即使要用汤剂呢，那么也是要后下，不宜久煎，避免它这个芳香的性的损耗。所以这个因为这个沉香的药材的问题，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熟悉的药啊，不作为一个重点的药，因为临床医生呢不很常用啊。下面一个药乌药。乌药呢，它和这个肉桂是同科的，都是樟科的植物，但是呢它是一个小的乔木，或者甚至于是一种灌木，但是它的叶片呢和这个肉桂呢很相似，只是叶片小，是这个尤其像这个樟科的樟树啊，所以有的把它叫做矮樟，长得不高，小的乔木。那么这个乌药呢，那么认为是这个浙江天台山的，过去认为是个道地产区，所以把它叫做天台乌药，有的又把它叫做台乌啊，就天台山的。但是现在研究呢，天台山的乌药和其他地方产的乌药好像化学成分没有发现明显的差异，更主要呢是天台山是一个自然保护区，就是有乌药也不允许你去采挖，所以你就是处方开的是天台乌药，那药房也不可能给你天台乌药，所以我们今后开处方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再开什么台乌、天台乌药之类的，就写一个乌药啊。这个不管产在什么地方的这个乌药，质量实际上是一个大同小异的啊，没有明显的差别。那么这个乌药呢，行气止痛和沉香也是一样的啊，一样，也是主要是作用在这个胃肠啊，胃肠。那么很
也是温性比较明显，比木香要温一些，所以主治症里面也有寒凝气滞啊，寒凝气滞，它用于多种这个部位的这个疼痛，这个和沉香可能大同小异，没有沉香的作用好一点，因为它药源呢比较多一些，可以代替这样子沉香的使用。另外它比较特殊的一个呢，就是温肾散寒，那么是治疗肾与膀胱虚寒，而这个膀胱的气化功能失调引起的这个尿频、遗尿、夜尿频多，那么这呢它往往是作为像益智仁这样的一些药物的一个辅助的药物啊，辅助的药物。所以今后大家学这个方剂里面的缩泉丸里面用了乌药，那么就是用它的这个温肾散寒的啊，那么因为肾和膀胱受寒以后影响了它的膀胱的气化功能，但是如果有虚往往，但它不是补虚药，所以用今后这个益智仁，它本身就有温肾阳的作用，所以它是主要的，它也能够散寒，所以这个乌药呢只能起一个辅助的效果。这是关于乌药，乌药也是一个要求熟悉的比较一般的药。下面荔枝黑，这个要求了解啊，了解。那么这个药呢主要就是行气止痛，主要行气止痛，消胀的作用不明显，它主要的部位在肝，胃是次要的啊，胃是次要的啊，胃是次要的，所以它主要是用于疝气疼痛啊，疝气疼痛。那么对于胃痛的气滞也能用，也能用，是不是就是对疝气效果就更好呢？古人认为好，认为它这个形状就像这个睾丸啊，好像它对的睾丸的肿胀疼痛就应该效果好。但是现在发现，对于胃和这个疝气，可能胃的效果可能还要明显一些，因为胃痛还要好治一些啊。所以，因为前人重点把它治疗这个疝气、睾丸的肿胀疼痛呢，因为取其形啊，可能与这个关系有关。总的说来，这个药物的这个作用是很一般的，所以我们把它作为了解的药物。现在有的人把它里面的有效的成分，这个皂苷类、皂苷类的提出来，那么治疗这个糖尿病，认为能够降血糖，那么最后的这个疗效呢，当然还有待于最后认定，但是已经有这样的产品，这个是作为供大家参考，也是教材以外的啊，一些问题了。下面是香附，这个是一个要求掌握的啊，这一张比较重要的药。这个香附呢，它来源于这个缩草科的植物啊，缩草科的植物。这个缩草，一个草字头，一个沙啊，沙土的沙，这个字在这个地方读缩，在其他地方可以读沙啊，不能读沙草，缩草啊，这是特殊的一个用语。那么在古代文献里面，如果翻香附，不容易查找。它往往是个别名啊，比如说像《本草纲目》都把它附在后面的作为别名，它的正名呢就叫缩草根啊，缩草根，它是用的这个草本植物这个缩草的根茎，这个在地下它须根上面长在盆大的部分啊，盆大的部分，这个称为香附。香附呢，我们书上说它是一个疏肝理气啊，疏肝理气。严格的讲呢，它是以疏肝为主的一个行气药，以疏肝为主的行气药，它的归经就说行气它的作用部位呢是非常广泛的。那么除了肝与气滞，它可以表现为疏肝，治疗肝与气滞有关的，比如说这个胁肋胀痛或者痛经啊，痛经或者行经腹痛，甚至于这个睾丸的肿胀疼痛，少腹部的这个古代呢还能够它能够治疗胸中的气滞疼痛，甚至于肢体如果气机凝滞的疼痛，那么都可以使用。实际上它是一个作用非常广泛的，所以《本草纲目》上李时珍就说它上行胸膈，上行胸膈，上面可以达到胸膈，那么外达皮肤，所以对一些经络啊，经络的一些气滞，实际上比如说这个香苏散
外感当中也用香附，为什么呢？用它实际上缓解这个气滞疼痛，用要缓解的是肢体啊，肢体不是内脏。下走肝肾，这个李时珍说的啊，上行胸膈，外达皮肤，下走肝肾，就全身很多部位它都能够行气止痛，但是重点在肝，重点在肝。除了肝以外，李时珍还说它能够止心腹，这里就胃、腹部、肢体、头目、齿、耳、牙齿、耳、外耳这样的一些疼痛，广泛都把它作为一个行气止痛的药。那么大家仔细去翻一下《本草纲目》啊，《本草纲目》李时珍的论述，就反映了它的广泛性。我们这里把它定为是疏肝理气，或者说疏肝止痛，强调的是它的特殊性，最主要的。所以香附呢是疏肝止痛的一个很重要的药物啊，它疏肝的效果好，而且止痛的作用也很明显。所以这个李时珍把它称为气病之总师，气病之总师。为什么气病之总师呢？那它本身药性是比较平和的，所以这个气病呢，这个气滞症呢，寒热它都可以使用。更主要呢，它以疏肝为主，那么肝主疏泄，肝的疏泄功能正常呢，有利于全身气机的调畅，那么它抓住了根本啊，能够有利于恢复这个肝的疏泄功能，调畅全身的气机，又加上它本身就是广泛的作用部位。所以一般的气滞症、气滞疼痛症都可以用这个香附，它不但有止痛，也能够消胀，也能消胀。比如说有的这个香砂养胃丸，处方里面的香不是木香，有的方里面是香附，它不但是止痛，而且也消胀，对于胃肠尤其是胃脘部的。那么这个气滞的，在肝的，在脾的，它都用啊，那么气滞引起的疼痛能用，胀满也能用，所以它对这个气滞症里面应用非常广泛。我的理解呢，李时珍他气病的总师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啊，抓住以肝为核心啊，肝主疏泄，它适应很广。另外呢，调经止痛啊，调经止痛，那么用于妇女的这个月经不调、痛经啊的一系列症状。当然妇女月经不调呢，主要与肝与气滞的关系很密切啊，很密切。当然可能有气滞，可能有血瘀，所以前人呢把这个香附呢称为这个气中血药。不仅仅是一个单水的行气药，所谓气中血药呢，是以行气作用为主，兼有微弱的活血作用的一个药啊，所以它也是作用于血分的。所以这个妇女的月经不调，不管寒热虚实，它都可以配伍使用。所以它又把它称为妇科之主帅，但主要是从调经止痛这个角度来说的。那么比如说过去的这个四字香附丸，就单用香附一味药，用四种不同的方法，比如说用酒制的、用醋制的、用盐水制的等等。当然各地的这个具体的不完全一样，反正四种把它分为四份啊，每一份用一种炮制方法，再一种呢同一放在一起，四种方法分次的，比如说用醋制了晒干了，又来用酒制晒了，都可以啊，不太统一。那么把它做成丸剂或者散剂，就用来调经止痛啊，单用都有明显的效果。所以这个香附呢，实际上很重要，功效单一，就那么八个字啊，或者说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就是疏肝和调经。下面扶手，扶手呢作为一个了解药，作为了解药，这个扶手也是柑橘类的。这个植物呢，像那个前面的橘或者枳实啊那一类的植物，它同类的都是属于柑橘类的，只不过它这个结的果实呢发生了这个变异，这个尖端呢不规则，像这个弯曲了的这个指头，所以有的又把它叫扶手柑。本身它属于甘类，一个木字旁一个甘甜的甘啊，扶手柑。那么这个药呢，它的这个在临床上它的作用相当好，疏肝理气和疏肝理脾、止痛消胀的作用都很强。
那么为什么我们了解呢？因为我们前面学了这个青皮，也学了橘皮，它兼有青皮和橘皮的所有的功效，兼有青皮和橘皮的所有的功效。它又没有橘皮那么燥，又没有青皮那么俊猛，它既能够行气疏肝，又能够行气理脾啊，既能消胀，又能止痛，同时还能燥湿化痰。所以它的功效里边，橘皮、青皮所有的它归经的部位都是啊，肺经、肝经、脾胃经，它兼有青皮和橘皮的所有的功效，没有橘皮那么燥，没有青皮那么俊猛，所以还是很受欢迎的一个药。因为我们有前面的药作为参考，所以我们把它作为了解，再加上这个扶手呢，临床用的时候呢，它的价格很高啊，远远高出了这个青皮、橘皮很多倍，甚至于十多倍啊，十多倍。那么所以一般的能够用青皮就用青皮，能够用橘皮就用橘皮。那么只是说有的时候非常必要的时候，那么我们才考虑用这个扶手。所以扶手呢，我们知道它的功效就可以了。扶手下面有一个香橼，那么又是这个香橼呢和扶手又是一个变种的关系。扶手是香橼的变种，把规则的果实变为不规则了。香橼的功效和扶手完全一样，比扶手还要平和或者还要温和，所以香橼可以不要求啊，香橼不要求，它的所有的功效的文字和扶手一模一样，只是它作用缓和一点，其他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下面穿链子，来源于这个穿链树的果实，因为这个链树四川最常见，所以称为穿链，后来就把整个的名字都叫做穿链或者穿链子。成熟了是一个金黄色的这种圆球状，所以有的书上呢把它叫做金铃子，金是它的颜色，黄色，铃好像一个小的铃铛吊在树上啊，所以我们以后见到金铃子呢，就是指的这个穿链子啊，穿链子。那么这个穿链子是我们行气药里面比较特殊的，虽然我们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药，但是它非常特殊。特殊到什么地方呢？它是典型的一个苦寒药，典型的苦寒药。它的滋味非常苦，用口来尝或者煎汤的时候相当的苦，很难吃。同时呢，它又有一定的清热作用，这个在行气药当中还没有第二位啊，苦寒的这是第一，比较特殊。第二，它是有毒的，在理气药当中，我们要求的药当中，这个也是很少的啊，所以临床要注意它的安全。那么这个穿链子作为一个行气药呢，它就是止痛，没有消胀的作用。今后这个脘腹胀满或者胁肋胀满，这个选穿链子呢就不对啊，不对。它有一定的止痛作用，作用的主要部位在肝，尤其是肝郁化火，肝郁化火，胁肋或者影响了胃脘，出现了疼痛，用它来行气止痛啊，行气止痛。以肝胃为主，而且呢要有热象的比较适合啊，没有热象的有时候在配伍的情况下草用也是可以的。所以这个穿链子呢，那么在行气止痛方面就记住它的这样一些特征，苦寒的主要作用在肝的，是以止痛为主的，没有消畅的作用，所以它最适合是肝郁化火的这种气滞疼痛症啊，肝郁化火的气滞疼痛症。另外它有一点驱蛔虫的作用啊，驱蛔虫，在蛔虫症当中有腹痛又煎来用来止痛，作为辅助的药啊。外用呢能够杀虫止痒，治疗皮肤瘙痒或者一些皮肤的癣疮啊，这个我们今后讲苦楝皮的时候再来讲它的驱虫和杀虫止痒，它不如苦楝皮，就是它的根皮或者干皮。那么学了以后呢，那么相对来说这个穿链子
相对于苦楝皮来说，可能用来驱虫、用来外用，它的意义都不大啊，主要用皮而很少用果实。所以这样子来看呢，它的基本功效就是行气止痛啊，肝郁化热的啊，这个邪的或者胃脘的这个疼痛症用的多一些。这下面的一个药青木香，青木香这个做一般了解，这个也是一个苦寒的，苦寒的，它来源于这个马兜铃啊，马兜铃的根啊，叫做青木香。这个命名很不好，很不好。这个马兜铃这个植物，它的果实就是我们今后在止咳药当中要学的马兜铃。那么它的这个藤，就是我们今后在中医妇科学当中会碰得到的，叫做天仙藤。但是它这个根又叫做青木香，同一种植物，三个名称，互相没有任何内在联系，这个都不说。另外呢，它能够容易造成很多的这个混乱。青木香在古代本身就是木香的一个别名，因为木香质量好的，含挥发油，含油量高，那么颜色比较深，青就有带黑的意思，那么那个黑褐色的颜色比较深的，比如说桃红锦啊，那些就有那个青木香的说法，那指的是优质的木香，优质的木香。那么现在我们指的这个青木香呢，在唐代它叫做土青木香，就说它在行气止痛方面，它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前面讲的木香，当时把它称为土青木香，它本身就不是青木香，所以称为青木香呢，它第一个和古代的木香作为青木香，常常发生了名称上的混乱。所以我们今后学古方，像学什么这个苏合香丸呐、这样的一些方剂，现在方里面还经常就是写青木香，我们很多人不知道它的这个变化了，还一样化葫芦。比如说我们要开一个这个苏合香丸的方出来，有的医生还是写一个青木香。那么在古代的它是用的优质木香，现在如果药房呢就给了这个马兜铃这个根这个青木香，那么就本身就用错了，用错了。所以这个青木香在古今它不是一个药啊，它古代是就是前面的菊科植物的木香。另外呢，它这个藤叫做天仙藤，那么天仙藤呢，那么往往呢又把这个一个瘸科植物浪荡的种子叫做天仙子。那天仙子和天仙藤这个有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是瘸科的，一个是马兜铃科的，不知道的人都以为这个天仙藤和天仙子是一种植物的，一个是藤一个是子，这个又造成了另外的混乱啊，另外的混乱。所以这个植物的三个不同部位，古人其实比较好，这个就叫马兜铃藤，那么根就叫马兜铃根，果实就叫马兜铃，谁都不会弄错啊。这个是命名上一些不周到的地方啊，当然它不是一个重点的药。那么这个青木香呢，之所以我们介绍呢，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青木香，现代的青木香和古方上的青木香不要混为一谈。现代的青木香呢，是一个苦寒的，苦寒的，也是行气止痛的，没有消胀作用。这一点呢，和川楝子一样，不能消胀，只能用于这个肝胃的一些疼痛症，有一定的止痛效果，而且比较适合于热症。它也是苦寒的药。至于它用来解毒、治疗这个疮痈啊、蛇毒鸟伤，意义不大。意义不大，因为作用不是很强，所以这个药呢就这样做一般了解。要大家了解的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这个马兜铃科的植物，如果说稍不注意就要恶心呕吐，如果量再大一点呢，也有潜在的这个肝肾功能的损伤损害的，这样所以临床上实际上也不要多用，不要多用，它很容易苦寒伤胃啊，或者能够引起对肝肾功能的一些影响。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讲不完还有一点点啊，明天继续。